上个月19号提车，到今天已经花费了1400块了，加油、高速收费、停车费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广西小勇。上个月19号提车，然后到今天已经为这辆车花了1400块了。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仪表，看了1300公里。你还别说，挺烧油的。之前我以为买这种车子挺省油的，其实啊，我想多了。我感觉每次加满油去一趟南宁，油就差不多要完了。当然了，这辆车加满油的话，也就是看500公里这样子。我们这里到南宁也就400公里，到小七江470公里这样子。真的，买一辆车花费还是挺大的，因为加油，最主要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省油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自己一个人开车去镇上了，因为我要练习车子，对吧？不练习车子的话，一直以来都是小七开车，他也挺辛苦的。我买了一个笔记本，所以的话，我想记一下一年这个花费，为这台车花费到底要花多少钱？目前不是很乐观，哼，还好这辆车价格不是很贵，也就是12万块这样子。车上这些功能我不是很懂，所以说我还要多练习练习，学习一下。有时间的话叫那些老司机教下我。当然了，小七也懂，有一些小七都没看不懂。就是那种胎压之类的。昨天回家上高速路，小七说这台车感觉有点飘了，也不知道啥原因。刚开始我以为这个气压不够，后面到服务区停车也没有漏气，也不知道啥原因。我之前考科目三挂了4次，全部大部分都是挂在这个灯光，没听懂或者说反应迟钝，想起来了又扣了100分。现在我基本上都懂了，练习这个灯光。这个油啊，从南宁开回来，加满了油，现在还剩下140公里的油。所以话，让他这2、3次去镇上又要加油了。每次加油的话，我都是加满的，加满的话差不多300块。我之前说过，我对车子、房子不感兴趣，但是我现在买了车了，我必须要尽快了解这个车子。里面发动机这里面我还是看不懂的，我想以后我会看得懂吧。这里面要加什么油的，但是我现在确实一点也不懂。这里装的是不是机油啊？里面好像是蓝色的，我也不是很懂，因为感觉好像还剩下一半，不知道要不要加满的。到时候问一下懂的人，小七也不懂。然后这一个加水还是加什么也不懂，到底要不要加满？然后这里是不是电瓶？哦，这个是电瓶，好像一个啊，电瓶来的。然后这下面是发动机啊，发动机还有什么的变速器啊什么的，我也不是很懂啊，我对车子一窍不通。养一辆车啊，一年下来估计都要2、3万，包括保
养、保险之类的。像我这样的话，看车看得远，是吧？那没办法，经常来回的。